会问你一件事情。哦，该不会就是同样的事情吧？不行吗？我们那个公主哦，哎，有点像你们这样的。
国王交给就好啦。咦，这对哦，交给皇后你就好了哦。哦，我这么简单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啊，自从那个丑小鸭公主的妈妈过世以后，啊，有没有人教她打扮，对不对？她就越来越怂了。哦，啊对，啊就交给你就好了。浪费食物，浪费食物可是会遭天打雷劈的，听到了吗？哇！
吃啊。给你。